2019下半年国内最大海外地产盛会卓越上海海外置业移民展于9月13日至15日在上海国际会议中心盛大开幕。经过近十年的深耕，展会已经是第18届。本届展商主要来自东南亚、大洋洲、北美洲和欧洲，例如日本、澳大利亚、美国、加拿大、马来西亚、迪拜等。高租售比使得菲律宾房价增长空间巨大，日本房产投资排名显著上升，澳大利亚楼市触底反弹，中国投资者连续第六年成为美国房地产市场的最大买家。展会现场，全球投资行情尽在掌握，参会观众获取了周全的一手置业资讯。加州我们带来了北加和南加州尔湾的一些学区房，然后呢，我们也带来了佛罗里达一些就是非常适合我们中国的投资者过去投资的一些项目，还有带来了一些德克萨斯州的达拉斯的一些值得投资的学区房的项目。然后我们莱纳公司呢，在美国是第一个提出 everything included 的就是内装潢全包的理念的开发商，我们的客户拿到我们的房子直接就可以拎包入住，所有全都是智能绿色环保的高科技住宅，这就是我们公司带来产品的几个特点。作为亚太最大的全球房地产展示平台，卓越上海海外置业移民展累计展商超过4000家，高端投资者超过60万人次，成交房产200亿。